Tischputz.现在就是命丧之时。最后一个魔神了，你以为你这个废物死了我们就能赢？把你灭了，整个驱魔关都没人能挡住国王的怒火。来呀，没力气了，继续反抗啊！不好，小姐大人能赢吗？武器都没了，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受死吧！小狮子狗，再废话呀！你竟然认过我！臭小子，你的仇我报了。打完了，谁赢了？赢了吗？怎么会在驱魔关？